朋友早安，早安雅思，早安 Chrissy， 哟，上扬州好来呀，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学，雅各，谁在 star 里面？是你来的，肯定是你来的，谁来的？我来的。哟，还是你，还是你哟、还是你呀、继续加油啊，眼睛，加油，小乖孩子。下一次我要看谁最乖，我要换了你们。I want to see who is good。 老杨有哥哥吗？有抓好好吗？抓好了呀。来，我们今天要学水上交通工具。你们懂什么是水上交通工具吗？学了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像我们要学水上的交通工具。讲到什么？这是水上交通工具吗？姐姐也是有。这个是吗？船。啊，这个是吗？这个是水上交通工具。船。对啊。我有在海边没有看过。哦，你看过这样的船呢、有手有嘴巴的。没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红海一下吧。好，现在老师给你看还有其他的什么船。在水上还有吗？啊，这个叫什么？叫船。板座的。这个叫三板，三板，三板就是我们马来话叫三板呢、哎，三板，三个拿长桌，三板，三板做什么？三板用来载人啊、哦，哎，三板也可以，渔夫用来捕鱼，哎。啊，渔夫啊，有些渔夫坐三板去捕鱼、钓鱼，三板啊，也可以在三板休息睡觉。哦，有渔夫在三板上面休息，三板，这个是三板。好，老师给你看下一个什么船，你们懂得是什么船吗？船呀，有。帆船，帆船，帆船，帆船是要有风，帆好掉的哦，还要风吹它才会动哦。帆船还要靠风来行动。帆船，帆船，我们再看哦，这个大架的哦，这大艘的帆船。海盗船，海盗船也是帆船。我看过在电影。这是大哥的哦，大帆船哦，帆船。还有，啊、哦，你看过这样的水平吗？有吗？有看过这样的水平吗？里面有帆船。家里有。帆船器。里面有帆船，有看过，这很难做的哦，还在水平。你旁边有这个帆船，好，我们再看有没有。我去海边有看到，你可以用。OK， 这个什么船来的？谁的？黄色的。黄色的是什么船？跳船，跳跳船，跳跳船，这是下面跳船。
人，因为他像香蕉，哦，可以坐很多人哦，可以坐很多人，就香蕉船，香蕉船，那些是 BTS 啊，香蕉船，你们有坐过吗？哇，你看有这样的香蕉船哦，我没有坐过，换香蕉，我可以坐很多人哦。香蕉船，坐香蕉船，可爱 banana， banana boat， 香蕉，好像是飞机。你看过它飞起来？香蕉船，我们刚才看过了。这个是香蕉船啊，它很轻哦，很轻哦，轻到可以飞起来，好像放风筝啊，像在放风筝那样子哦，很像风筝。哎，香蕉船，然后马来西亚也是有的玩哦，香蕉船。我也没有玩过耶。没有。OK， 这个是什么来的？潜水艇。也是潜水艇。潜水。潜水。这是大个的潜水艇哦。诶，潜入深海哦，可以用来打仗哦，可以打仗。哇！这些可以来看海底有什么特别怪怪的鱼哦，还可以去深海去看那些鱼。哦，潜水艇可以用来打仗。哦，潜水艇。哎，这个潜水艇看到什么？潜水艇看到什么？潜水艇在海底看到什么？你弄看到什么？啊、龙，要哥吉拉哦，哥吉拉，哥吉拉在海底。你看啦，这是看戏吧？那是真的？是真的，没有哥吉拉的。你聋啦，人家你聋啦。那是什么？啊，潜水艇。好，这个是什么船？谁的？这是什么船？这是游艇，游艇，游艇，游艇啊！你看，你坐游艇出去玩哦，去放假度假。哇！在游艇上很享受哦。哦，这个是游艇。我们再看，哦，这个小家的游艇哦，也小小家，哦，小家的，可以载一两几个人吧的。是小家。大的游艇，哇，这个是大型哦，有钱人的游艇。大哦，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那游艇上面有什么？有游泳池哦，你看有游泳池哦。那游艇有游泳池，还有什么？你看它后面那边有什么？它尾巴那边。Helicopter。Helicopter 哦，有直升机可以停在上面哦，就是有钱人的游艇，很爽。啊，这个是什么船？你们懂吗？这是什么船呀？赛车船。是这个叫渡轮，渡轮就是 ferry 哦。渡轮，渡轮，你们有坐过渡轮吗？有吗？渡轮，渡轮可以载人哦，可以载人，也可以载什么？可以载多多人也可以。载车哦，可以载车，可以载车，你看可以载车啊，可以载车过河过海，哎，可以载车，很大家哦，
这个叫渡轮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哪里可以坐渡轮你知道吗？哪里可以？在槟城哦，槟城有渡轮哦，不过现在没有载车。槟城哦，槟城，不过现在不可以载车呀、啊，还在渡轮。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的，渡轮哦。这个，阿米达机会做了吗？蓝蓝的天空，比目兔码头，有只渡轮船，载着车辆和行人，往两岸穿行。我有听过。看浪花，数一数水母，飘呀飘呀飘向云天。好听哦，这首歌冰城渡轮，我已经会唱了了。哇，会唱了，那厉害呀！我已经会唱了。好啦，我们先来做这张练习纸，你们的功课、哦。妹，我们功课出来，我们今天做功课。等下老师再给看一个 video。哎，第一个是什么船来？我们要发现，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张图什么来的？眼睛，第一张图是什么来的？我没有。没有。三八。哦，第一个是三八，不是哦。第一个图是什么？像香蕉啊，是什么？我做了。哦，做了。第一个是香蕉船，香蕉船，香蕉船，发现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三班哦，三班。我昨天做的。三班哇，昨天就做了三班。三班。小雨告诉我，三板下面是什么船？眼睛，三板下面是什么船呢？三板下面有没有船来呀？许一阳，什么船？帆船，帆船，帆船，帆船。帆船下面什么船？该给你听的那首歌，那个是什么船？这个，这个，渡船。渡轮。渡
渡轮。OK， last one， 最后一个是什么来呀、啊？雨晴，最后一个什么？全地。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Yes, correct, Chrissy. 潜水艇。OK, you can color 啊，可以涂颜色。潜水艇。好，老师给你们复习一下，你们学过什么？有音、音。OK, 我们来看你学过什么。再怎样读？谁会呀？什么来呀？三板。三板，也三板。三板。三板。这个呢？一阳哥什么？香蕉船，哇，你的小朋友做香蕉船。香蕉。这个呢？会读吗？什么来的？潜水艇。嗯 ，very good， 潜水艇。潜水艇。这个呢？旋拔轮。旋拔轮。这是什么？帆船。帆船，帆船，这个 ferry， 轮渡轮，渡轮不是叫轮船呀，是叫渡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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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考一下你。OK， 我们玩这个。OK，Chrissy， you try 啊。Find how to read ferry. Do. Do you? 嗯 ，correct. 渡轮。渡轮。啊，加油！我们水轮，橡胶轮。啊，尤俊，我叫尤俊，怎样读啊？潜什么？潜水什么？尤俊？什么船潜下去水深海里面的？叫什么？潜水艇，对了，潜水艇，潜水艇。OK， 到许一阳啊，准备。这次的。开始，香蕉船。耶，看清楚。来，你讲，你会唱那首歌啊？那个是什么船呢？什么轮呢？渡轮。渡轮，是轮船。渡轮船，渡轮船。渡轮，渡轮，等一下，渡轮。对，邵阳在吗？邵阳，邵阳啊。邵阳，这个什么船？来，老师给你听那个。叫什么轮？渡轮，渡轮 ，OK， 这个读渡轮，渡轮，渡轮。OK， 到嘉泽啊，嘉泽呢？嘉泽，啊，嘉泽呢？这个叫吗？叫吗？三，三三。三板，哎，三板，三板呢？
Dì ơn á, dì ơn tao nè, dì ơn. Ok, dì ơn. À, chắc cái chàng tụ, dì ơn. Dì ơn. Cái chàng tụ à, sáng sáng chào ơi, chào mô thuận. Sáng chào thuận. Dì ơn, mô cháu dì ơn. Sáng sáng chào ơi, nàng chào mô thuận. Mô thêm bao nhiêu sự nhỉ? Đấy, sự thảo quả. Hả? Cái sàn chào ta, nhiều khăn đau mà cái hình ta hiểu chuyện này. Đấy chắc sàn chào chuẩn, nhé, sàn chào chuẩn. Xin đến, xin đến. Xin đến, nhá, try xa mà. Xin đến. À, chắc cái chào mơ chuẩn, sàn sàn chào đợ. Sàn sàn chào đợ, chào mơ chuẩn. Cái nhiều khăn đau mà. Chào mơ, sàn sàn chào đợ. Cái sàn chào nè, cháu sẽ mở chuẩn. Cháu sàn chào chuẩn nè, sàn chào chuẩn. À đó. Ok, là sư kể mình khai cái video à. Yeah, không biết đâu. Ok, mình khai cái video. Yeah, khai cho là không sao. Các bạn mà mình xài cơ. Hai cơ vị kêu à. Ê, chứ các bạn mình có thể đợi xa dùng chữ cho. Mình có thể dùng chữ cho. Ê, à, không được phân tá được mà. Mà kế vô. Yeah, 这个可以用纸做船的。 OK， 它折好是什么船来的？你告诉我，折好了是什么船？ 可是我不会。是什么船？你告诉我什么船？什么船来呀？帆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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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折好。等下我给你 video 啊，等下我放在群组那边。 你们需要爸爸妈妈帮助你，因为有一点难。啊，OK，好啦，我们上课上到这里，等下你去折船啊，用一张纸就可以折了的。OK，好啦，我们要讲拜拜了，我们要讲拜拜了。再见，小朋友，啊，拜拜。 Bye-bye, Eugene. Bye-bye, Jia Zhe. Bye-bye, Yi Er. Bye-bye, Ku Jin. Bye-bye, Yi Yang. Bye-bye, Xiao Yang. Bye-bye, Xin Lin. Bye-bye, Xin Lin.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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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啊，十岁半小朋友。哦， Yi Er 还有一个弟弟啦。Yi Er 你还有弟弟的。你的。 你的亲戚来的是吧？好啦，拜拜，好啦，一折船。